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修行佛道的人，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，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，忍辱，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，否则忍不下来。李明公，性佛一现呢，歌佛诸境，本性的佛一显示出来，啊，果地的佛自然就证悟到，为正相应。所以这个龟山禅师啊，这是一个禅师啊，啊，很了不起。明公啊，今知心是佛心呢，定当作佛。哎，现在才认识心就是佛心呢。那你心就是佛的心嘛，也所当者会使做佛的。有些，那你心本来就是无所掉的物件，你为什么说掉？被错觉所困扰。你今天你为什么不能成佛？被你我们眼前所呈现出来的一切错觉所困扰，摆不平，因为你困扰，你不能破除一切这些妄想，当然你就困扰。啊，所以啊，啊。啊，如果在大彻大悟的人，那就一切法不可得，所以空中没有一切法，没有色法，没有声香味触法，没有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容易不会迷惑在这个错觉当中啊。所以说，佛说人之所以痛苦，在追求错误的东西。啊，佛说一切众生皆名可怜，一切众生。这是用能力来讲，这是可怜。一个自己拿来讲的话，就是老大，很老大，因为一定你讲伊做伟大，其实是愚痴的众生呢。啊，看着人出家，啊，迄种他个派爷，迄未娶某就唔正去出家，可能未生，安尼未生，公未生。你所以讲众生相。众生相，啊，学佛的人多知足，多快乐，所以唯一的满足就是知足。人类唯一的满足就是知足，你不懂得知足，你就什么都没有。哦，你精神领域你得不到知足，你就物质再多呈现在你的眼前，你也是烦恼的无量啊，烦恼无量。哎，所以世间上谁是最快乐的人，就是大家是修行人，知道人生的目标宗旨啊，恐不其然乎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啊，舍利念佛的问我，那么速见性幸福者，这就是下机滚业啊，以求诸完难，就是讲你若是离开这念佛法门啊，你想要明心见性啊，那么你就是下开这简单的方法，如求如难呐、啊，如求如难呐、啊。所以诸位多多念佛，多多念佛。好，我休息一下啊。那边是别显持章所前的啊，这丙第十页啊。所以十比如来呀，啊，就是咱头前讲拢十比如来，何叫做三昧？三昧就是讲，这十比如来拢是定慧圆融，进入最高超定慧的阶段。讲世迦菩萨表为圆通啊，表为圆通。那三昧就是一切诸相，总摄诸相就是讲，所有的修行拢是要令心安尼定啊。所以三昧是中立诸相，禅定嘛啊、哦，那么圆通，那么就具足万行，一心顿息的，顿时就是全部具足，就以心来讲，全部都具足，不亦宜乎？这样不就是如此吗？所以那边啊，从这三啊，就开始叫做敬献。所以这就是承先启后之词，
讲十二如来啊，何念佛为三昧？下面讲凡夫啊，个心是讲咱众生的心嘛，啊，贪嗔痴啊，那么那什么心？惹呢，混浊啊，就亲像黄河啊呢。外道的妄想啊，就亲像奔马呢，啊，安尼走，安尼走撞就对。所以讲三昧啊，果说三昧，所以讲佛讲这个定，是欲令幻念成真啊，幻这个物念啊，变成清净的心，下离这个善端，入这个执。即就是精的意思，定的意思，灭的意思啊。这个极就是静，非常的非常的静啊。用现在话的名词就是安详，非常非常的安详啊。安详里面呢略带一个带有这个欢喜，有着知足感、幸福。所以学佛的人24个小时都觉得他很幸福，很幸福。这个世间莫大的观念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啊。所以释迦菩萨雕念佛是圆通修行的经过七生，就是七次的生死，经过七番的生死修行的啊，要经过七番的生死啊，这是真的脱过了哦，正入到出国才这样子的哦，不正出国不是这样子的哦，要正出国啊，然后经过七番生死再断惑证真啊，意思说真难的对啦，很难啦 啊全教菩萨，全教菩萨三期就是三大阿僧祇劫，哇，一大阿僧祇劫是十的47次方年，三大阿僧祇劫就是三乘以十的47次方年，哦，那生理，那是什么时候才算得完？基因万个啊，宽高的菩萨都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才记住一切因，才来摸这个果位。所以讲，圆通就唔免安尼，那圆通就是要让大家真正就证得圆超一立。你就跟他念佛，安尼就包括一切啊。这三昧边啊，二重简，这两种不同，简就是差别了。啊，三昧底下有两种的不同。讲这个三昧是中立世，是世间一切禅定，是不同其他的三昧。比如讲这个大熔炉啊，这个巨野就是一个火炉，很大。啊，铸成铅器也当这金这金这不同款的器具，所以讲圆通其实84000啊，一切观行啊，这不是其他的圆通，是来念佛的圆通。由阿伽陀药，阿伽陀药，反正这中文就是万病总持啊，一切病拢会好就对了啊，阿伽陀药，总医万病呐。这样能够啊，这是三千戒啊，三千戒。那么三昧是释教所解释，那么圆通啊是顿教所解释，那么学这个顿释教者是应该啊，是其所以是我们所应该适合的。有观点啊，显这个圆教的道理啊，就是兼显这个顿释的道理，所以众生念佛一定成佛的是实。其实能讲。专念阿弥，那修仙的回向，愿生极乐世界，一定会看到佛。华严经讲，临命终的时阵，诸根散坏，诸根比如讲咱的五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啊，散坏。为出愿王，为出愿王，就是咱往生的愿，发菩提心的愿，助利他的愿，来引导机缘，马上来往生，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借着佛的修机，不救当作菩提道场，就是成佛、成等正觉啊。众生呢也好了，现前就见佛顿的对了，顿马上见到。佛长经讲，无觉无观呐、啊，啊，名为念佛。
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叫无觉无观呢？连那个觉悟的念头也没有，连那个观照的念头，一切自如，本来如此。连那个觉的观念也不可以，连那个观照的观念也不可以，意思就是连觉悟的能所观念都不可以，有能觉有所觉也不对，你能观所观也不对，所以无觉就是能所去掉，无观就是能所去掉，没有能所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念佛。接下去与佛相应啊，你心中有佛才叫做念佛啊。我无相无义啊，啊，洗名啊，两个啊，这个妄想破除了，语言讲不出来，所以这个无想无义就是不可思不可欲呀、啊，不可思不可欲呀、啊，不可思就无想啊，啊，无语就不可欲啊，连这个言语道断了、啊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就是无语嘛，心行处灭就无想嘛，洗名啊，两个模糊破这个。摩诶、这菩萨摩在念佛，不依色念佛，不能用色法念佛，不依受想行识念佛。那么依什么念佛呢？以诸法诸行空故。这句爱着重，着重呀。以诸法自性空来念佛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句啊，要讨论的地方。什么叫做诸法自性空？用这个理念来念佛，单单讲这些，既然诸法一切法自性空，这是了不可得。全盘放下，单提一句佛号，这就是啊，不依色，不依受想行识念佛。依什么？依诸法自性空。那既然诸法自性空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。单提佛号，佛号就是自性，就是那个本性。所以诸法自性空念佛，就是以无所执着的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就是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，所以金金啊，兼显处啊，所以顿时者应该学呀，应该学呀。过来，十一呀，第三是因处。性业啊，圣意欠修啊，这是金殊性啊，啊，这念佛的方式非常非常的殊性啊，啊，可恐咱众生爱修行念佛的法门。讲啊，听到这个佛的名，讲闻算佛名，听到这个佛的名，微光正入于无尽，就是这个微光，这个菩萨。正入于无尽，无尽就是说，就是法界嘛。直接他闻到佛的名，就马上进入法界，通达法界。一向佛的境界，是德云比丘啊，德云呢、啊、是个比丘，是什么？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的一参，德云比丘。哎，这个一相佛境界时，这个德云呐、啊，比丘马上就弟子解脱门，解解脱于多门。因为啊，这个听着佛号啊，成佛的境界，就这个这么大的利益，是由此信业啊，应当信行，应当深信，啊，好好的念佛修行，何得自暴自弃，不愿不修呀？所以文说是四句啊，初啊因明，我算佛的名字啊，华严经来讲，讲圣因佛性本佛的时阵出现的时阵，就波花那中啊，就是波花那中就是这个树那里面有真侪花就对了，就出说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音声，迄个时阵的如来以众会当中啊说普及。一切三世佛住在法修多罗，修多罗就是经典，我们所讲的经典，经典的对啊，恭敬的对了。普及一切三世佛住在这个法的经典，立这个无尽者啊，华严经啊，你讲性魂啊，佛啊，
的所在，就证得一切诸佛的功德轮三昧啊，一切诸佛的功德轮，就证得一切佛法婆门多罗尼，了得一切佛决定盖庄严成就海。这个海表示同时具足。这个佛教华严经讲的海啊，里面有讲的海印三昧论呢、啊，就是一切法同时具足，无前无后。同时具足，了得无边佛，现一切众生啊，简行通海，了得一切佛力，无畏患，无畏患。啊，你看，啊，你看这个圣严佛一手，啊，就讲这个假作也发出来，不可思议。以显安佛说，马上就得到念佛的三昧，名叫做无边海藏门。讲如是等十千法门，皆得通达。头先咱讲的法门拢通达。讲一佛的境界者是安怎一呢？一就是想啊，吼想啊。华严经安尼讲，讲善德，哎，这个德言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比丘这个善知识了、啊，啊，就告善财童子。现在董志国的沙参嘛，参到这个德云啊，讲先生主，我为得出一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遍法门，得解脱者，华严经讲，所谓地光，用咱的智慧的光啊，普照念佛的法门，乃至住这个虚空的念佛的法，等等，下面有二十一种，拢总二十一种啦。啊、哦，对，所以就很烦呐、啊，啊，不写出来。由此下啊，这里是劫欠，那、啊、过来，那么两种劫欠过来是啊，二的出正欠，两种劫欠的出正欠是吧？从积泰化门，积泰化门，千金积啊，欠的时阵，上金的人啊，不批不受益，不批就是不受益啊。意思就讲，这法门较浅的人啊，较内根的人啊，伊感觉未满足啦，啊，伤少就对啦，伤浅啦。这个法，那讲到较浅的，下根基的人都无分，就听无啊。也像咱讲咧，像咱今麦来讲这个白话明门论，讲这些唯识学观念，就做侪人听无啊。啊，坐点遐。啊，吐咧啊，唔知咧讲，吐安尼啊，唔知听啥。啊，我你啊，食吐安尼，伊就讲啊，输人讲听吐安尼，听经嘛有功德啊，比看电视较好啊。我就听吐安尼，啊，都听无，无法做，听无就吐安尼，啊，都确实听无。啊，我就真认真咧甲听，啊，都真认真听无，啊，都确实听无，无法做。哦，就为此一发啦，啊，来甲顿啊，拢总收啊。啊，拢总是为处一个念佛的法门啊，内根也修，顿根也拢修，亲像咱的水中的清净的珠啊，啊，水中清净珠就是令水澄清之珠啦，是摩尼波珠啦，啊，这摩尼波珠那空了，哦，这珠也随时的清开，到处啊遍地一个，所行较高出来，拢总会当利益到，所以。果当信修行持啊，所以爱好好来信修啊来修持。这念佛亲像这种这个骨啊，那么自己的心亲像这禅呐、啊，咱厝的禅呐 啊, 啊，这个种这个五谷的种子呀。念佛就是亲像这个五谷的种子呀啊，那么这个这个咱自己的心啊，就是亲像啊这个厝的禅嗯。因为那心呢啊，信这个真多么的信。这个法呢，是信在诸众啊，一定会修行，啊，一定可以成佛啊，成佛就是一定有收成呐、啊，啊，愿呢啊，愿如滴啊，这个家众啊，一心啊，一愿呐啊，如知道这个是家种是很好的种子啦，啊，一心啊，求这个果啊，行就是讲啊，行就会当记得果哦，所以这是根入世啊，啊，就耕耘的意思啦，耕耘的意思啦。啊，耕耘啊，何地的啊？二劫者啊，可能劫欠的丢。十界因果，拢是为心所现。下、啊、面你都要注意听，
那是一念心清灰相迎，那就是第一个界。听你去第一个就对。啊，过来，你若见他不是啥，同你只是在那见他的不是啥，那你就是五鬼道，后世在那入去五鬼。那五气啊，暗蔽啊，蔽就是遮盖的意思啊，迷迷糊糊，迷迷糊糊，这就是畜生界。今生就对。啊，一边讲五万共歌啊，哎，这大家拢翻呢，啊，就是阿修罗界，是五万嘛，共歌嘛，是阿修罗界。那么你坚持五界，后世是会当出现在咱人人法界，精修修仙，这就是天法界。那正悟的灵光，这就是声闻界。第一缘性理，知缘，这个缘就是一切法，知道一切缘起法。性理就是无自性，缘起性空，知道一切缘起性空，这个就是缘觉界。那么啊，利他六度齐修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六度同时修，这就是菩萨界。要真正慈悲，要绝对的平等，这就是佛法界。所以今次教念佛的，就是要咱人的心，要咱人啊，念咱的自心，啊，成咱的自佛，自己的佛。因何下自己心的佛呢？来辜负的佛的教化呢？辜佛教也，辜就是辜负，负啊，辜负佛的教化呢？所以讲，如来不思议境界，经安尼讲，菩萨啊，了知诸法啊，了知诸佛。菩萨的了知诸佛呢，以及一切法，拢是为心所作。啊，为心量得了，所以得随顺人。哎，随顺人这句你要注意听，很重要。什么叫随顺人？什么叫随顺人？就是随顺一切境界，不动念，而且能够忍辱，因为本性没有对立，顺逆二境，顺境逆境跟本性扯不上关系。感叹共结因缘性空法里面根本性都没有关系，扯不了关系，也不离开缘起，当下也不因为缘起法而烦恼。为什么？一切顺境恶境通通随顺他。感叹共顺一切境界而不起心不动念，叫做得随顺人。啊，你若要讲讲这个随顺人呢、啊，就是跟普贤菩萨讲的讲恒顺众生。我就保持日不动啊，看你被众生被安装啊，看你怎么样，我恒顺众生、我就保持日不动啊，看你怎么做，这个就是真的功夫了啊。一边讲下心，你若有这款功夫就对。所以我常来讲吼，咱人吼，干那要想要求生极乐世界啊，都干那唔知咧学忍辱啊，不知道要学忍辱了。大家拢每一个拢知咩？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可是未晓要学忍辱，要未晓要学忍辱，就忍耐袂掂。哎，所以讲下心，你马上的这个升极乐净土。为什么？你注意看，舍身速生极乐净土，你得看头前迄里，因为得随顺人，因为你能够顺一切境界而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因为你得到随顺人，所以你生死的洒脱，你的自在。简单讲，马上往生极乐世界，唯一的条件就是随顺人。照律是安尼问，经典讲啊，讲是心做佛呢，是心是佛，心既然是佛，你要何需要念他佛呢？讲你心做佛啊，是心是佛，啊心既然是佛，要你念他佛要从啥？答：只有心本来是佛，所以念专念彼佛。法门经安尼讲，法门经诶，这个。啊，菩萨戒本来讲，讲信的一切众生拢有佛性，我是也未成的佛，啊，诸佛是已经成的佛，所以咱的心，你心佛者未成佛啊，未成佛。讲咱的心的佛是也未成佛的，阿弥陀佛啦，是已经成佛，也未成佛啦，因为旧啊是定力沉入这个欲望的海里面，所以你积就一切烦恼，你积就一切烦恼。所以遥无出期，所以遥遥遥远的啊，没有这个出期的这个机会啊，没有这个出期的机会啊。所以啊，
已经成佛者，就是已经究竟菩提啊，具足威信力啊，能为护护，就是能为众生的保护，能够保护一切众生啊！啊，这是一个祝福的宽容念佛，宽容念佛，就是以我也未成的佛，由他已经成的佛来给咱帮忙。这众生若无念佛了，圣灵凡夫啊，永远都隔开啊，白仔囝永远都为离啊，长处啊，长处就是，处就是住啊，住啊，长处这个要念这样子，长处轮回，永远就住在轮回的这个地方。所以离开佛就真远，所以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，该愿念佛往生，何况我凡夫如此的人呢？有比这个明灵，明灵啊，是鹅的幼虫。这个鹅的幼虫啊，就是鹅的幼虫，明灵，善听教程，颜色是比较淡绿啊，喜欢吃这个有害的植物，俗名叫做青虫。那么这是出自楞严经的明灵，这个明灵啊，他不是生自己的儿子，一个嘎巴人诶，这个糖啊，他们这糖啊有没有赶快？这个明灵啊就锁在这个虫的旁边啊，就是像我啦哈，请过，大家拢一嘎几下糖啊来这么边啊，每天都念像我，哎，就变成明灵，就是行诶，不那不是夜莺啊。啊，这只是咬别人的呢，啊，来放在他旁边啊，每天就念像我，哎，忍不住了，因为心定感应，那后来就变明灵，变他自己，啊，在楞严经里面有讲，所以说明灵善听教程，安尼个嘎，安尼个念，忍不住伊就啊，伊就避难呢，哎，你像我这旁的徒弟，去赴公山修改，啊，等下拢念赴公山的掉。用要避明明吼，啊，用要用多去咯，加在老钱啊，这几工落个自杀暗去，啊，无就袂听一半个就，也用要用多去咯，啊，用要用多去咯，这边人一个环境啊，足重要，所以说就是这样子啊，哎，就很重要，环境很重要的，学佛成道也是很重要的，啊，念到迄个调到尾啊，我吼拢出真大声，吼尾啊拢无力。啊，所以讲可以灵不如堂乎啊，这个明明为观观的，安尼念念念到落来的生意，也何况讲咱安尼念久未成佛，那不如直接堂啊，不如直接堂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啊，所以讲呢，啊讲救堂鸟鸟蛇啊，救人无功劳，就是安尼啊，救堂鸟鸟蛇啊，救堂救人也无功劳。啊，就是比如讲，咱人不如接糖，那个糖的我都念，念不都成意啊，咱念不未成佛咯。哈哈，所以讲啊，不管主气呀，啊，不管主气呀，未呀，心里啊，不管你唔管学佛，唔管相信，唔管妄心，这是你自己放弃的迷也甚矣，啊，你就非常非常的迷惑啊啊，十年可以往生，你不修行。啊，那是多么的迷惑！请翻开十三页的第一行，这一段是啊，这段是感谢这个烈士经题啊，就是这个念佛圆通章这个题目。讲楞严啊，就是楞严经的这个经题名。楞严讲一切事究竟坚固，那么一切事啊，达到究竟坚固，咱一切事拢随缘伫咧改变变动，咱无法度究竟坚固，因为咱。未伫个即个思想，未伫个即个理体，所以咱一切事拢未当究竟，嘛未当坚固呢？你坚固就是不动，无受着一切思想，无受着一切理的无明未通，所以咱要达到一切事究竟，就是通达
空性啊，坚固就是因为拒绝了一切的这个法门，所以伊大开破戒地位，所以伊无动摇。那么咱众生无法动，所以楞严的意思就是讲一切事究竟坚固，乃是大部经典的总名，就是楞严经的总名。那么圆通者，这是25位圣者，这个圣性就是讲。在楞严经讲有25位的圣者来讲，因地修行达到圆通的阶段，这个就是圣性法门，就是有25位啊，会用目睭啊，会用耳孔修行啊，哈、啊，会用触来修行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圣性的法门啊，也就是讲通达啊，这个圣者通达，也当圆通。啊，这个圣者的这个法门，也为凡夫到这个圣人啊，以用各种的法门拢会当通达，叫做圣性法门，无所不通呀。那么这是一种的别目啊。那么世智呢，是乞教的人，伊伫这本经典，甲咱启示教化念佛的法门。念佛的人就是修行，这念佛者就是修行的办法。那么这个文章啊，虽然干那12行尔，但是伊的道理啊，就包括净土的种种的经典，有教有机，有教就是讲伊有种种方便款卡的教化，教你安怎修持；有机就是讲多种。来接受这个念佛法门的根基啊，有法啊，有种种的教你念佛的办法，也有譬如啊，比如讲啊，我囝吼形影不离，比如讲你啊，身躯念着胖的人，然后譬如，所以有教有机啊，有法啊，有如譬如的如，哦，所以讲众生跟佛的。感应一片寒啊，助他因果离界天。讲众生甲佛的感应互相片寒，片寒就是讲众生的心就是佛的心啊，以众生的心来念这个究竟的佛，以佛的慈悲心来怜悯众生的心，所以众生甲佛伊就会感应，那片寒就是互相融合，助他因果。离解脱，主就是咱念佛的心，他就是获得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的力量。所以，咱用这个因地心当下念佛，就套这个阿弥陀佛的各位，阿弥陀佛的各位也就是因地念佛的心，所以叫做主力的念佛，直接就通对啊，这个他力的各位叫做主他因果啊，离解脱。啊，该就是包的意思，互相啊，这个通达。所以做心境之月顶啊，哦，做咱的心中月个顶，就是要是这个目标个方向啊。有这个月亮，暗时啊，咱就看会清楚。要那无月亮的所在，就照着电火。所以这个心境的月亮跟电火，就是会当照破了咱这个无明，是为性环的周集。这个集就是船上划水的桨啊，就是讲你那么为初干到彼干，你一定要各像咧各准，而准按照这个叮当，你必须要有迄个桨哈，划船迄个桨哈，比如讲咱这个。这个龙舟大赛哦，马上接这个龙舟大赛哦，啊，就足侪人划桨那个桨哈，所以要转换做生啊，必须要有啊哈，有助缘啊呢。所以讲楞严经世智念佛圆通中，就是隆重归菩经的经题啦，啊，就是出自楞严经内面的一种世智念佛圆通中。下面啊，这灵下面是先解释这个名，就是灵验者的一切书啊，对，
就先解释这两个。那一切说就是三科七大啊，三科就是五蕴、十二路、十八界，叫做三科三大科。这些灵岩经讲得真清楚，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七大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根、四啊。空根六根的根四啊，色意识的色，地水火风是四大，加上空根四加起来七大。然后这个将来咱讲灵岩经会讲的，这究竟啊就是空呀。所以一切法，那么达到涅槃一定爱空。所以我一直教诸位讲，一定要修这个空观。空观就是念缘起法，刹那间刹那间成立，无一时可得，当处即空。我有空，十二因缘空，六道嘛空，那、啊、空一切法，安尼你就会当究竟。那么过来就当坚固呢？因为你空一切法呢，所以你就会当立一切法，坚固一切法就不空，也就是为自性显现出来一切法，这就是不空妙用的意思。不空也是妙用，所以空呀、啊、叫做真如啊，不空叫做随缘呐，啊随缘的对，啊这个缘就不空嘛，啊但是呢合起来叫做空不空，空是真如啊，不空是随缘，所以讲真如理应随缘，随缘当下就是真如啊，所以这个蕴处界啊这个。这三科，他都要供给三大科啊，啊，五蕴啊，十二处啊，十八界啊，这是三科。闻如来藏就是当体，就是以如来藏合合。五蕴就是我们的清净心，十二处就是我们如来藏的清净心，十八界也是我们如来藏的清净心。所以讲，事事究竟坚固啊，每种代志啊。啊，所说的每一法啊，究竟坚固，名叫做楞严经。既然自这个法位世上常住，自这个法位就是讲因缘和合当相即空啊，所以空不坏一切法，所以自法位就是立一切法而当体即空，所以世上常住，四相常住就是讲以一切业力。所造成的缘起法里面，你不要去动到那个念头，它就当处就安住在它的位置里面。无论善恶对错啊，那个高下啊，左右一切都是这样安住的。水的因缘，水的业力，你当想就空，你一切发生干啥那个变化，你一切当处就空性的物件，你拢莫去甲起心，拢莫去甲动念。啊，安尼生死与你是了不相关。那、啊、若能以缘起法当体即空，生死与你了不相干。那、啊、你的无生若变数的物件，啊，你当相即空的物件，你生死与你无相干。啊，所以讲记住法位，法位的一切法不是事就是理嘛。哦，安置在事相也是空，安置在理也是空，所以。所以讲，讲来讲去都是你这条心的运用。你看这个世间，大家拢兴善啊，咱欢喜心；哦，看这世间呢，大家兴恶，那真痛心。其实啊，真欢喜心嘛空，真这个伤心，可怜人民家众心嘛是空啊。所以佛呢，你就住这个法位。那么世间啊，世相就常住，世间常住的就讲不坏世相。而误入空性啊，那么众生呢，以四相常住是随业而住，随业福德业力这个体材所产生的这个世间所三性的世间，你诸佛菩萨以无一切法不可住，所以叫做即诸法为世相的相住，这世相相住不是说永恒的住，而是就是这样住。就这样住，你不要动念，他就是这样住下来。哎，破坏也是法，成就也是法，你就这样住下来，不需要起心，不需要动念，与你生死了不相干。
你就会发现讲，心境一如啊，三千大千世界，伊哩本来的面目就是同一体物件。所以，此也名啊，见相三昧，这见相三昧，也把它拿起来叫做首楞严三昧。这个见相三昧就是大定三昧，就是讲入这个三昧，能得定慧精等，是非常深的定。不是普通的定，就是见相三昧。那么这个见相三昧就是首楞严大定，就是首楞严三昧啦，啊，同样就名词。那么分性就是讲这个得力，和凡是为思想修到这个无性啊，正力，这拢是得力的力，圣性性灵拢了解这个无性的理体啊。啊，那法门是要求这个教化众生的法门。引列行果，简单的引列就是简单的来说这个修行的啊，最后的果啊，就是可以知道正显这个四法，四法就是理法、教法、因法、果法啊，理教因果互相圆片开通哦。你说这个理当下就是记住教因理教理因理果，这个教当下是教理教因教果，这个因当下就是因理因教因果啊、哦，这个果就果理果教果因啊，果上的因，所以教理教因果这四个法互相互相为圆片开通，这依据圣经啊，名叫做楞严，按照这款方法，即你就会当停止妄想。你就会当修行一直定，这名叫做楞严啊，这个大定说啊，一观成慧啊，合作圆通，按照这个观观教啊，成的大智慧，也号叫做圆通哦，圆通就是圆满啊，这是别名别目啦啊，就是按照观教所会当成这个智慧啊，按照智会当成这个定，所以啊。有定就变成慧哈，啊那定叫做楞严，啊那慧叫做圆通哦。你注意看哦，上下对着看，这一直成定明楞严，一观成慧号圆通。你注意看啊，定那是以楞严来解释啊，有慧那就圆通。刚才讲有智慧的人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圆满啊。你有智慧，你什么代志你做了你就圆满啊。所以别目以世事念佛圆通中，以修得二十五圆通中之一啊，二十五圆通里面其中的一个圆通方法啊，就是讲二十五种的修行法拢会当达到圆通，但是念佛的这是一种办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世事下面啊，就是简单解释这个道理，应该讲灵体灵修哦，大世事菩萨灵体法。咱这个，这个念佛的法门，灵修灵教他按怎修行，就是世智啊，大世智菩萨啦，啊，所起所修就是念佛的法门啊，灵体法啊，灵修行的人，因为大世智菩萨伊就是安尼修行，叫做灵修行啊，伊就已经修行到这个叫世界哦，这个顶级菩萨哦，徛在阿弥陀佛右边的帮忙。所以，伊是灵修行的人，而且伊是灵启发的人呢。哦，那所启发的是啥？就是念佛法门。所教咱修行的，就是啥？就是念佛法门。那文章下面啊，到最后是赞叹了哈。第二是心别叹啊，个别赞叹讲，彼佛教我念佛，啊，教伊念佛啦，就讲基教呀，基就是众生的根基，教就是佛会当教化众生啊。教是对佛来讲，基是对众生来讲。讲母子啊，你那念佛的虔诚，就是亲像母子囝同款啊。哦，老母会想囝，囝会想老母啊。啊是讲亲像咱的身体，甲咱的影子啊。你那念佛啦，佛就行来咱的身躯边，就是亲像啊，咱的身躯行到多多影啊影，就是不离恁的心，咱的心就是不离影。啊，比如讲脸胖的人，啊，你的胖的人，啊，身躯都胖味，啊，就是一种。比如，讲如来的念念众生，啊，众生的一心一佛啊，所以众生跟佛，伊就感应呀。
那所以大势至菩萨哩就安尼讲咯，讲我大势至啊，因为念佛啦，所以立即的立无心法念，这个念就是无声的意思。在佛教界的这个忍呢、啊，有好几种解释，这个忍就是无声，印证的意思，证悟的意思，悟入的意思。这个人就是肯定他，决定他，不可改变。这个忍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今。念念佛的人归这个净土，讲助他因果。那你自己的修行是因呐、啊，啊，参业，也参这个佛的果啊，啊，都是光光相照，应该果海果测因缘哈。可是心境内面的月甲灯者，是以咱的心主心念彼佛的境，那么佛的境就会当显现出来。所以咱照着彼佛的境界来念咱家己心主心，当然就容易显现出来啊。这就是啊，显示出来，拢是凭着月灯教法，月就是顿教，灯就是大圣的实教，在后面有比喻，后面有比喻啊，以教典呀，月就是小始中顿圆的顿教，灯就是小始中顿圆的实教。那么大圣有实教，有大圣的宗教，那么就是大圣的实教，所以业跟灯也就是一种顿教啊，大圣的教法啊，以照见也。讲心我一定就是小哎，这个小教啊，就是小圣教。讲心我有这个境界，那么、是修行的功能。那么境界当下就是咱的心，比如说唯识学讲的。万法唯心造，那就是这境，境没有真实的唯心而已，就是呆心的书稿。那么当下就心就境，那就是中。那么非境非心，这就是禅宗的讲的啊，一切一法不立，这是顿教。那么心境无尽呢、啊，就是圆教啊，心跟境 啊无尽呢、啊，这就是圆满呐、啊，圆满教。所以啊，也就是说解释法啦，啊，月甲灯啊，这就是譬如灵宽教、灵解释教的了啊。这个全就是解释，能够解释这个教，用这个月跟灯呢 啊来比喻，那、啊、能够解释的教啊。一边讲声、名、句、意啊，这个声就是音声呢、啊。用音声做佛事啊，啊，名就是透过音声所描述出来的东西，就是名相啊，啊，你的讲音声讲出来，咱也比较记载起来的变名啊。那么经这个名啊，这就是古一句一句的，那么后来就连成大篇文章的意，就是道理。所以声名句意啊，里面讲亲像啊。啊，如萤灯啊，萤火虫的那个灯呢、啊？哎，太小了啊！萤火虫的，也就是讲啊，这个音声啦、冥想啦，啊，接到这个音声，接到这个冥想啦，接到这个鼓啦，这都是小圣教的。下面讲，那你要敬畏心呢？啊，你那去听我的一切境界，拢希望的物件。拢是为心所做，那么这个譬如讲较大的火啊，亲像大圣的书稿，大圣的实教啊。那么过来就是讲啊，你若通达到理事无碍啊，理上跟事相上无碍啊，这就是亲像的啊，这个星星啊，星星就是大圣的宗教啊，大圣的宗教，就是讲会相。归性，一切殊相，当下就是咱的本性。你的心境，耶，哦，就圆顿教啊，啊，顿教。那么到最后啊，哦，就是破用无尽呐、啊，哦，就的无量无边的一切殊力万用，就形成太阳的万教。那今就来面两种来说明啊，讲性环周集呀、啊，啊，在这里底下写个 A。不是圣凡周集者啊，底下写个 A。圣凡周集的是讲圣灵的准啊，跟凡夫的准啊有几种哦。啊，底下写个 A， 念的旁边写个 A 啊。
啊，念名佛号，那念佛的名号的人，后边的这是平常时的人嘛，平常时的人来接受到佛教，啊，所以受皈依，啊，亲像咱大概三十，下晡两点要搁皈依，啊，受皈依，超过这个三毒，第二鬼畜生，这是下下品的众生，啊，下下品生，啊，就是名啊，叫做人称。人证的店，有时候念佛号啊，受三皈依，这里骑游停船，这个停啊就是小舟，这个舟啊就是船部的旁边呢 小船的船呢 那么也就是舟，小舟的是这叫准啊呢，停 ，T E N 停，三声停，停，才过。这个西涧，那么这个才过，只能通过，只能通过。那么这个西涧呢，就是讲两山之间呢，这条的开了掉了，啊，真秀真秀啊，那对，两山之间就秀啊，那啊流水较喘啦，哈，啊，刚才当坐一个人啊，那才过就只能通过啊，就是讲啊。啊，念佛的好，修三皈依的人啊，按照念佛就是比较较差啊，发心不大嘛啊。A， 过来，底下念色向佛就写个 B 啊，就第二个哦，就第二只做那色色尖，第二只做那就啥念这个色相佛，色相佛了，无论你用观想嘛好啦，还是讲你看佛像安尼念啦，看佛像安尼念，修行禅定啦。这个修行禅定和十善业，修行这个禅定，啊，够做这个十善业，做这个善事，那你将你就会当超过这个四大部洲，啊，先别下品莲，名叫做天性，啊，机油刀，这个念刀船，刀就是这个船呢，行如刀，小船行如刀，就像这架船啊。哦，亲像刀啊呢！哦，我查这个利用，我查真久个，现在哦，我就查这个或者《康熙字典》哦，我查真久。刀呢，就是睡觉准啊，啊，亲像刀啊呢，能够出这个小河港，一都唔是伫个西涧走了，它是小河港，河还是港哦，它小个这个河还是港，就睡觉准啊，甭睡觉，后边种渡船，一个四个、五个，一个十个安尼吼。啊，过来写诗。如果是念应化佛，应化佛就是佛的这个应化身佛了哈。念这个应化佛呢，观这个四真谛，就是破执灭道啊。安尼一直当超出这个三界，安尼一直往生啊。用片的莲花名叫做生闻圣，啊，其有猛见，猛啊就是战见。过一大壶，一当剪就对了，一当剪的就对了。猛剑，蒙古那个猛啊，那个音猛剑啊，猛剑就是专门的剑精哎，专门在打仗用的这个船。你看，一直过一大壶，哦，一直过个大，一当借一个大壶，准那大只啊，啊，准那大只啊，啊个过来的低念受用佛，那念这个受用佛嘞，了悟这个因缘法、空性法净的。二涅槃啊，正二涅槃啊，有一涅槃，无一涅槃，就是正二涅槃。生这个上品莲啊，上品莲，上品莲的对啊，名叫做晚觉醒，晚觉醒，其有理要，理乐以理，三真理，顶理的理，要啊，这个光要的要，这个因。理要，理要，啊，把笔拿起来，这个叫做江中大船，大钢，大钢，那个大船的地方，然后大江中的这个大船呢，啊，是过一大江，一些大驾船，来过来，写个一，啊，这念法性佛，啊，念这个法性佛呢，哦，就念这东哈。哦，当下这个运动高，这当下就是的，咱的本性的分的智慧跟慈悲啊，同时个运用，
哦，你有慈悲，哎，就产生智慧，也运用着慈悲，那么通过这个智慧的平稳，万行还行，万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那么一般人都是念一个结缘的，结缘的，这念念念念啊，烦恼叫上起来哈，啊叫上大细声，啊叫上嗡嗡叫，啊门关真大条，啊就念嘛，啊就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啊就念归念，啊就做归做安尼，哈、哦，所以啊，那东西。这个知易行难啊，知道啊是很简单，知道啊做起来是真难。这个就是万恨啊，啊、哦、万恨。那、你讲众生不变誓愿度，恁怎么讲法度？啊，无法度，家己一个就无啥啥了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那么断断什么烦恼？那讲无法度。啊，小可就代志就断烂几落个月，摆不平的，那哪里有办法？对不对？哎，烦恼不挡啊，哎，也烦心啊。那么，成无上佛道啊，就超过凡夫修行，上上品行，名叫做菩萨圣，菩萨行啊。其有兰州人，呢呢安人，呢不是呢哦，不是安尼。安尼一个弯弓迄个勒哦，是勒哦，哈、啊，勒安尼勒安啊安啊郎，二分郎勒安郎啊二分郎啊周也嗯，你记得之不是那个减舌音的之是之啊之啊，你若教你不能一直搞不清楚之之、嗯，搞不清楚嗯。啊，舟啊，知欧洲，朗舟就是海船，哎，大海的船就对了。好多像像咱即马是军舰安尼，那大只军舰安尼伫海咧咧造航空母舰那款嘞，直过大海，直过大海。有七名脸谱的啊啊，然后在这里啊，右这个右啊，啊把它写个甲。啊，马来西亚讲啊，下面是讲那七名脸谱的啊，亲像这个特州，特别的州，就身文证呐、啊，啊，特州啊，特别州，啊、下面那个以这观相念佛如方舟，方舟就是四角形的船啊，就必之佛，必之佛，必之佛啊，以兵呢就是观相念佛，观相脸谱如尾舟，把笔拿起来，嗯哼。这个如果不讲，就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维州就是诸侯所称之州啊，连接四个州为一个大州啊。也是讲，古早啊，这个诸侯，诸侯就是皇帝各落来的是诸侯啊啊啊，诸侯啊。那么诸侯像是美国这个联邦，联邦啊 ，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。这联邦政府说，每一个州每一个州就是一个州长，就是今天的这个诸侯，每一个省的省主席，那个就是这个啊诸侯啊，哎就维州，也就菩萨圣，那就丙啊，在最后丁七兄弟不能如赵州啊，就是佛称呢啊，今天的折咎啊呢啊赵州啊啊决定成就啊赵州。啊，佛称，佛称，佛称，那么啊，就是佛性凡即所化度化的人啊，周集就是比如莲花众生莲花法，所以讲哦，到最后就是总结过来呀、啊，啊，最后一行啊，这讲解究竟怎么被解到这个经典呐、啊？分作五门，第一叫做道气因缘啊，第二叫做藏胜教色，第三叫做中去止归，第四叫做列示提名，第五叫做详解文义，接着是讲华严的思想啊，把它哎华严经啊华严显手中的十门，把它列起这个五门啊，第一啊看左边啊。
十五页的第五行，初教起一年，啊，一本教有一本教的这个一年呐、啊，啊，那么这本教是有什么因缘呢？大地大灵讲，讲如须弥山，非无因缘，非小因缘，令之震动啊，啊，亲像须弥山。那未使讲无因缘，也嘛未使讲小因缘，会当令须弥山得震动。同款念佛的法门，即款教若要兴旺，也嘛是爱有因缘。所以念佛教兴，这个不是这样念的。很多人都念这念佛教兴，佛教要兴盛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念佛法门，这个教法如果要兴盛，也必须有因缘。那很多人看这个字句啊。就看得太短了四个字，所以是误解意思，误解这个意思啊。讲念佛的这个法门，这款教化的兴啊，也嘛必须要种种的因缘啊，积聚多因缘，指出了捷径修行门路故啊，指出啊，就是讲标示出捷径，就是讲什么上紧呢？什么上紧呢？修行。那、啊、什么上紧呢？啊，就是念佛，这条路上紧的了。啊，第二，知识必须直接开始啊。那当然念自心佛果，哦，直接开始讲，咱爱念个咱心中的佛，一心一佛的了。第三，要念我的佛的本性。啊，你念佛有啥目的？念佛就是啊，你我的咱。佛的本性啊，那么念佛的因缘为什么呢？是按照现在这款念佛的因缘呢？啊，有这款教化呢，为着要显示众生跟佛跟心三种无差别。那第四种因缘啊，所以啊开发这个念佛的法门。第五，念佛的法门依何因缘而起呢？因为爱度这个凡夫。爱躲这个外道，欢笑直接超越这个三界啊，超越这个三界啊，超越这个三界。所以啊，有这个啊念佛的教起因缘啊，过来念佛的教起因缘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爱接引方便的宽教菩萨修行的根基，将来会当完成佛果哦，因为宽甲修。宽的是全教菩萨，小就是小圣，那么圆成就是将来会圆满成就佛国。这个圆不是圆教的意思，是圆满成就佛国。那么两个的因缘是下面呢？得去就是充足，充足的是具足。念佛啦，也当记住上中下三辈，无有疑惑。也未怀疑，也嘛未后悔，决定往生净土。第八啊，念佛的因缘是因为要利益今后周遍法界无尽啊，周遍法界无尽，所以我在这嘛爱苛刻我这个徒弟啊，无论如何，这徒弟们今生今世一定都要弘扬净土为主，一定都要弘扬净土为主，才当报佛的因啊，报佛的因。第九啊，顿立六根啊，就是圆顿来立这个六根，证着这个圆通的境界啊。因为咱在当下这一点佛陀提起，眼念必须先以当下就空啊，以立心来念佛，六根就圆通。第十，即空就是即空障恼定生佛度故，这个即就是数，空就是除。很快的可以除掉你这些障碍跟烦恼，那么你将来必定得生弥陀佛的净土，叫做即空障恼啊，即空就是啊，即就是速精进，你就会当除掉一切障碍啊，噶烦恼，你就一定会当往生佛的净土。所以啊，下面啊，下面讲。这句是标这个碟啊，是记载啦。那么碟 A 边是解释道理啊，两种
好，这个是先引证啊，亲像苏米山，这是一种比如念佛的下面，这是下这个意思。伊的下面呐啊，处是正色啊。讲楞严讲，讲初心入这个三昧，持数不同轮，轮就是辈啦啊，不同等呐、啊。就是讲，咱一开始用功念佛，要入这个三昧有得定力啊，会足紧，也会足慢。哦，五行大的人一气就入，五行慢的人就较困难。所以持数不同人，持就是爱真久啦，哦爱真久啦，速就是爱真紧啦，啊、哦、不同人就是不同等啦，啊等级不同啦，啊速度无同啦、哦、所以怎样愚门学道啊、哦、其他。除了净土法门就是愚门，除净土法门就是愚门啊！就是讲除了净土法门，就是愚门学到迂回艰难嘛，犹如移山啊，移啊就是如同蚂蚁上山嘛，是吧？亲像你蚂蚁在上山啦、啊，哎行足久足久的就对啦，高下爬山，爬山真久了咯。啊，那念佛的法门啊，古称净土。不过到现在拢清楚直接的路，直接的路，亲像什么呢？好似风水，把比拿起来，如船借风行于水，就是风水。哦，这那外行的人看讲，哦，俺们讲地理呢哈，嗯，这念佛法门，古早讲或者直路啊，好亲像地理风水，完了，完蛋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经典呢、啊。啊，没有善知识，没有师父解释，他就往往会把这个字义完全弄错了。啊，所以师父在告诉你，不要离开啊，不要自己用功，用功实在不行。那我们在这里听得懂不懂？最起码你一天一天欣喜，一天一天欣喜。你光靠我看十年、二十年，有时候不够师父讲一句话，是吧？还是不能离开。啊，要安住身心，好好的用功。善导大师啊，你讲，是唯有正路修行，你只有得到修行，你单念阿弥陀佛啊，你单念阿弥陀佛。何况即马是持名念佛呢，直接又个直接，那是一世的啦，就要成就取办，就是今生就要成办，成就的就当于是法留心。必须在念佛法门好好好好的注意。意思讲，你若即世的人无要成就，就无咧管呐。那你若想讲要即世的人就要成就，你并无困难，并无困难啊。那下面啊，下面，观经安尼讲，讲是心做佛啦，啊，是心是佛，讲诸佛净天地海啊，啊，为从心想生。啊，就是讲你诸佛的净天地海，你心啊起心动念，念佛就来你的心中，所以啊，教人念佛就是念咱自心的佛呀。好，再来呀，再来呀，啊，再来呀。第三呢，啊，讲佛心性啊，啊，楞严经安尼讲，讲我是以不灭不生啊，下这个如来藏。简单讲就是如来藏，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。你如来藏就妙觉。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，哦，这不可思议的觉悟，不可思议的光明，啊、哦、啊，万教化界，万教的化界，无差别的哪里讲？讲这个心，就是讲咱的本心啊，是清净光明，是接近一化界同一体啊。讲如来按照这个心，说不可思议法，说不可思议法。这真好，是以如来藏净法性啊为心呀，啊，以如来藏净法性啊为心呀。另外一只更爱人啊，讲天性论安尼讲，讲进入本性这个主体上者，凡夫诸佛无有增减，就是讲凡夫也是安尼，啊，也诸佛也是安尼，对我的啥，我的不增不减的物件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富罗那安尼讲，讲我一路来不觉万明啊，尽了静心是不离万万。哦，我就是富罗那自己安尼讲，我甲佛祖保持，因为这个
金科鬼这里啊，这个觉字加上一个宝，就是太不可思议、微妙的意思。最尊最贵的觉性啊，是圆明的，所以是真实不可思议的微妙清净心是没有两样的，没有两样的。所以观经安尼讲，讲入定心成佛的人，你心要成佛的时阵，这个心就是三个理想。发心随心好，慧则随心好，这是个众生的念心佛的尊，这会当悟的啊，悟的这个佛的心性呀。第四啊，下面的第四段啊，第四下面就讲无差别论，安尼讲，讲众生界无离开这个发心呐、啊，发心当下就是众生界啊，所以观经讲诸佛如来就是发界心呐、啊，诸佛如来当下就是发界。在一切众生的心胸中，下面讲，那众生心的想佛，佛一定来到啊，现前必定就见佛了。所以这个法门会当显示众生的心跟佛啊，三无差别，三无差别啊。第五下面讲，凡夫跟外道因为见思惑离去啊，所以因为见思惑啊，真当所以起惑。啊，就感应这个业报，就轮转不休啊！啊，依照其他的法来修行啊，就直接把这个累劫无明弃掉，直至破尽的是一直达到烦恼除尽才能够处理。只有其他的法门，你都要将这个烦恼全部弃掉呢？啊，安尼你叫我都离开跳出这个三界呢，名叫做速出三界呢？哎，下面讲唯有念佛法门。大劫往生呢，或者是劫呢，会当还出三界呢？亲像诶，啊，这个糖啊，伫地下内面食啊，伫地下内面呐，啊，数则力劫难通，是为这个地下头一直食到这个地下尾，或者是一顶一顶过顶一顶顶过一顶啊，就难呐。啊，很差就是讲地下边啊，你讲挖一坑，搞一坑，伊就出来啊。啊，含着一时透透，边啊个搞一坑，你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同江法师来讲，述出的意思就是讲，按照数体十二因缘跟六道，地缘度就是四地十二因缘六度，慢慢一步一步一直修行，一直修行啊，亲像这个科技科技，咔嚓，哎，科技啊，必须要有载荷，你才得科得掉啊，啊，即亲像历任转官呐，啊，安尼换安尼换啊，这官啊，为小官换个大官。啊，到尾就换个真大吼、哦，啊，大官啊，到尾换个啊，中间唔收为止，安尼就出来，就换大官吼、哦，主要有功效，功效，功效啊！啊，很粗嘞，念佛的法门，就是有人必有印，就是祖先的恩泽，这个印就是祖先的恩泽，这个泽就是沼泽的泽，这个三点水的泽啊，沼泽的泽，恩泽。啊，印续啊，就是这个，譬如讲有人地印啊，完全是由这个阿公阿妈的他力啊，不论学问有无啊，那不管他有学问无学问，又如坛，这个特安坛，坛呢、啊、就是跟我们谈话的谈啊，坛就是延长的意思啊，又如坦恩普转啊，就是这个恩呢、啊、一直延续下去呀、啊。公有国王都是因为国王的因呐、啊，不论历任前身，历任就是经验啊，无论讲你经过做几拜官，几拜啊前身，国王啊树立大官堂子，你就有大官堂子，一句话尔啊，哦，你来讲国王去怕啦，哦去怕啦，哦啊都要去老虎出来，老虎出来，哦啊这个老虎要搞这个皇帝啊，搞这个国王皇帝，哎你爹边去见哎。下是这只虎，安尼马上就啊，这个保卫皇上有功，啊，因为性命是一救的，哎，马上就哎，甲接去这个、哦、皇宫内面呐、啊，做这个侍卫长，一手都官堂子啊，哦，迄、那个钱就不简单啊，啊，哎，所以讲，咱就是借着佛的恩德啊，不管你有修无修，只要你信心执着，不退转，安尼来决定往生。